吃豆腐吗？小龙叔来着，把这个单推掉一笔，等一拿这个得抢着付钱。快点，快点！这有啥好抢的？贵的老板现在打错了，对不起。不是我打错了，是他们抢着付钱。付了两次。子龙，咱后厨有单。找了是帅哥1.95米，然后这美女找我们这里就是我们的贵族。我打完了。我们怎么办？他们两个抢着付钱吧。那美女的就找我这牌子出的95，然后我这边又是找了帅哥一口1.95米。那我说的1.95米是的。对对，谁是？这个里面啊？对，我是。